妈妈吼，啊，教阮老迄个祖母，话祖母做啥个人啊嘛吼，拢是有只绣白卡鞋啊，绣鞋，要拆以前哦，拢用个纸，啊，先剪花样，对，剪吼，啊，剪打安尼啦。我看人剪吼，我家己买剪嘞，啊，剪嘞吼。啊第一就手去做，啊我妈妈吼，啊人伊见嘞，人伊就下起嘞，啊看着我弟啊，我哎，我这边甲恁阿妈吃鞋啊，你就第一去做安尼吼，我讲不是呢，我对我家己见嘞呢，我是四五岁尔呢。